走吧。洗澡。嗯，洗澡。给我奶看，大包小包的拎的。他不去啊？我爸。嗯。不去。他不洗啊？他不愿意那啥，好像他不愿意不合群儿。咱去就行呗。你洗一洗，多长时间呢？今天天老好了，老暖和了。哎呀，水又辣了，腿不好使了吧？腿脚也不好使。到地方了，那边前面。啊，我去把车给他换机油啊，第三宝属于是。这洗完澡了，这扶着我奶奶来买个衣服。要买啥鞋？二棉鞋是吧？二棉鞋还有什么？看着啥好买啥，我给你背这个，我给你背。不用。啊？来吧，我背着，你逛吧。这是老太太穿的，太高了，这腰。要矮腰啊？买这样平整。这多少钱呢？行，69吧。37号鞋。不是，这个。嗯，69块钱。嗯。二棉鞋还有啥样式的？二棉鞋基本全在这儿了，就年长一点穿全在这儿了。啊、是。还行。那么大，人37的，你穿的这么好。踩地就行。咱就站一下行吗？踩地就行，那没事儿。踩吧，踩吧。踩地也行。踩吧。对。站起来。里面好像小垫鞋垫不行。你穿的小啊。穿正好。啊、哦，正好啊，正好你再把我鞋垫儿，你拿个大一号的呢，这就37的，那拿38的呗。这个怎么样？这个行。喜欢这个呀？嗯，这个挺好。喜欢这个。穿哪个也不会坏的，不那可能有吗？坏的不行。嗯这广播说10块钱一件的男士衬衫，来溜达溜达，还赶上打特价，好像是。这是啥呀？这什么绿色的呀？啊，这是甩卖的，应该是。哎，这个是干啥用的呀？这是。咱们去生两年龄，小绒衣呗。小抓绒的。妈，给你买个行，在家穿，10块钱一件。10块。买的这衣服就披着玩了，当干活都行。干活去了。就怕啥一起抽抽能不能抽抽你10块钱你还想抽抽行买一件你能不能穿能穿你再试一下呀这下10块钱花了个大劲哎呀你别说还真能穿你穿了这东西是把那个绒衣这会儿都脱了穿的不正好吗有大号的吗这个嗯就这么大号了，行吗？别说还行，你还挺好的，挺好。把衣和那什么衣服一脱，穿上正好。嗯，在经过厂房穿也，10块钱呗，那穿几回就够本。穿几回就够本，你看多会算账的老太太。给我爸，我老叔一人来一件。你爸可穿不了啊，他是瘦。瘦啊？他肚子那老大，还能穿这个？穿不下。我穿正好，你穿正好。行，39元，现在特价。最后发现一个10块钱的，最后一堆，这色儿不适合你的吗？跟那个一样吗？你穿上对，对，换一个呗。好像短。你换这种色儿的呗，这小啊，你说，号小的，嗯，还是刚才那个好看，这个小，嗯，太小了。没事还行，这太小，没事，太小了。买完了，现在准备回家，路上还下雪了。这些都是吗？不是，这个不是，这是我的鞋。喜欢就行，是吧？你妈说这好。行。穿的舒服。也年轻10岁了。60了。这个不显年轻。嗯，挺好，还行。还没逛够啊，还没花完呢，钱太多了，都开支了呗。
不是一年就下几回，他花钱他花不到。好几年没下去了，就是这两年疫情，疫情疫情是两年没下去买衣服啥的，是不挺好吗？好。嗯，就拿个瓶子。还戴小帽子，来，你撞我，让我瞅瞅。来，行，挺好。值几十块钱儿呗，这三十五十啊，这。嗯。估摸挺准的，我爸。真的，具体点儿。不具体点儿。啊。三十五十摊那家六。对，三十五十差的太多了。告你这个，十块钱，对呀、啊，真的，那干啥十块钱？这你猜对了，原先是三十多块钱呢，现在打特价十块钱，我老爸都愣了，现在都真是不值钱了，那是打甩货。